昨天晚上，河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，张家口市万全区委副书记、区长张志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此前，万全区被爆出耗资4000万元拍水幕电影《层层转包》事件。6月26号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张志友曾表示，区委区政府成立了由纪委、审计、公安、财政等多部门组成的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调查核实，如存在违法违规情况，将严肃查处。我们来回顾一下。6月24号，一篇名为《贫困县的4000万是怎么花的》文章在网上热传，发布者是一名自称陈曦的导演。他称曾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张家口万全县，也就是现在的万全区，要斥资4000万拍摄一部30分钟的水幕电影。政府要做这个事儿呢，就由这个白手套严巨来操作。严巨找了楚坤，利用楚坤的资质来把这个钱转出来，然后层层分包，对付个活儿，交差就完了。举报人陈曦在文章里称，张家口市万全区斥资的4000万大部分是用于硬件设施的，包括喷泉、灯光、激光投影等。于是严某找到武汉楚坤文化科技公司，用他们的资质和政府签合同，而资金从楚坤公司走，分出1280万用于影片的拍摄。之后该项目以400万的价格转给了方某，方某又以220万的价格转给了北京博能时代国际会展有限公司的刘某，接着刘某又以165万转给了汪某，汪某以135万的价格转给了李某。我们这两个项目啊，均是按照这个公开透明的原则，通过这个合法合规的招投标手续予以实施。中标单位呢是这个武汉楚坤文化科技有限公司，我们从来没有委托任何个人和机构呢私下进行运作。这个网帖上所反映的这些人你见过吗？这些人我们部分见过，因为都是楚坤公司牵头过来的，肯定是咱们说楚坤公司这个包括他们之间什么合作关系啊，这个我们就这块也是不太清楚，因为我们全程都是跟楚坤公司，因为他是中标单位，我们跟他联系。